音乐大师李泰祥过世，第一场追思音乐会是在台南举行。李泰祥的小女儿李若琳以及歌手徐锦淳都到场出席。我们立刻连线记者王月芳。好，主播，音乐大师李泰祥辞世，今天下午呢是举办了一场音乐会，是成了这个李泰祥大师首场的追思音乐会。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画面。音乐会呢是集结了台湾艺术家合奏团的总监呢，以及台湾美声天后，将呢是要来演唱大师的作品，还有呢李泰祥大师的小女儿也出席了这场音乐会。而这场音乐会呢将会演唱这个橄榄树、你是我所有的回忆、走在雨中等多首呢由李泰祥大师所创作的脍炙人口的歌曲，是让所有的乐迷来回味李泰祥大师。以上是现场最新情形，将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。好，我们看到呢，这是李泰祥的第一场追思音乐会。